这个英雄确实是非班级一选的一个英雄啊，我感觉。前面我就说了呀，什么第刚才那一把，今天的第一个 BO3 动不动第三手能拿到小小，我惊呆了。谁谁？这个英雄谁谁？这个英雄就是前两手拿的。轮到叶岩选人。五狗。小小这个英雄需要一个英雄压制，好吧？什么英雄能压制呢？我感觉狗还行。大吃小呀。大吃小呀。大大是啥呀？大大。大屁股呀。大屁股吃小小吗？大屁股不是死肉死肉吗？一坨。大狗好吧，大狗吃小小。轮到天辉选人，潮汐猎人，好狗潮汐，会不会又是虚空呢？这两个英雄打到后期比较厉害，好吧？毒狗潮汐，虚空这个英雄感觉在越往后面打越火呀。五秒。好用，打团就是厉害，也有后期能力。我记得打 TI 之前就听他们职业选手在说，说外国训练一号位虚空上场率非常高。虚空假面，对啊，你看虚空假面呀，是可以的，打后期打到大赛最后几场呀，就虚空。虚空就怕节奏快的阵容，我跟你说，虚空就怕速推那种节奏快的阵容。曾一红只要打到后期，基本上是很稳的。那速推的话，那就是我想一下，节奏快，先知呀，先知算是一个，是吧？节奏比较快，推塔比较快的英雄。先知城，这种。先知城 TS， 虚空也怕上吧。反正只要打到大后。什么幽鬼啊 TB 啊猴子啊乱七八糟的 PA 啊都不是他对手。五秒。幽鬼不怕虚空啊，幽鬼六层幽鬼碰到六层虚空被吊起来打。啊，一个大就没了呀，一个大就把你秒了。一个大就没了，而且撒旦站撸都不怕你反弹。你还不了手的，你打就是六层幽鬼打六层虚空还不了手的。他打你血都不掉了，只要有沙袋。关键现在打到后期，他有一个吃 A 战刷新碎片，他就更厉害了。五秒。速推不怕虚空，什么萨满、先知城、古法这些英雄节奏快的，虚空前期很弱。一般的虚空这个版本前期只会有两个装备。一个是什么点金手，一个是假腿，那个时候十几分钟你推起来他大招120秒 CD。 而且打虚空这种吃大招的英雄，好吧，有时候什么肉山战啊、团战啊、火锅战啊，流买火打，是吧？用第一条命吃他一个大招，第二条命然后平团打盾，或者说什么推塔之类的。带了冰魂，怎么什么的半冰魂？难道要拿水人吗？十秒。水人以前是可以打虚空的，那么说，水人是可以跟虚空一战的。夜眼该选人了。那水人，大牛被翻，有时候开转许啊或者波啊，可以躲虚空大，不死。
搬了两个，好像都是水人怕的英雄。哎，对啊，冰龙呀，这个英雄不是抓着虚空打的吗？冰龙也领克，不错啊，冰龙也领克。对啊，但是冰龙没人选了呀，哥。领克的呀，领克。一个大招可以反冰龙的大啊，反虚空的大，还有一个冰还能防一手虚空的大，有两个技能克虚空。自从假脖子转 C 之后，再无冰魂了，冰龙啊，再无冰龙了。哎，这个英雄好久没见了，四号位多姆，他不会打个大哥多姆吗？我在想。乌伊扎瓦克。哦，他们打过酱油潮汐，想起来了，五号位潮汐，他的榜上还是，就是英菲莫斯呀。十秒，那一把是近战，是力量，我记得是。三号位杜姆，杜姆打的后期是克虚空的，讲道理，不过不好说，虚空造到杜姆，杜姆人也没了。哎，这把又是四近战四力量吗？中路再来一个力量中单，船长来了呀！中路再来一个船长，就是四力量近战，肉核冲脸。那这样的话，十秒，五秒。三三的绝活伐母鸡，轮到夜眼禁用。哦，谜团，把他这个近战冲脸克炸了，我的天！喜欢克，这谜团凋零放大，全价。哎呦，这他妈后期好厚啊！研究过 Infamous 的，研究过的。最强团控、啊、两个，这虚空谜团，这两个是最克近战的团控，包括一个酱油巫医弹弹乐。虽然说小狗魔面不怕，十秒，但是这两个团控是血妈克近战的。都来，还是无数后面的五秒。蓝猫行不行啊？这一把？这把也太难了吧！中单沉默。轮到天辉禁用，看秘密这个小小怎么定位了，是吧？上把是打的深，扎实，只能说秘密这个阵容扎实，后期拉满了。对啊，咪咪这再来个伐木机，我操，三力量，我觉得 Infamous 的阵容已经崩了，真的已经崩了，崩的了。伐木机应该不会选吧，那小小可以打中呀，伐木机可以打三呀，小小打三吗？打中也可以啊，反正小小伐木机要打二三嘛，伐木机也行，趁前期，他们后期已经没压力了呀，稳了。对，选一个前期能打的呀，而且正好缺一个前排。天辉选人时间，看来是黑鸟。伐木机选人，两把盾，八盾，八把盾，选了一个八盾。这个亚伯顿顶的一般，感觉。他这是三号位亚伯顿，四号位谜团。可能是想选亚伯顿，主要没什么特别需要解的技能，解狗的减速，没什么需要解的呀。给可能想的就是用亚伯顿来打狗，亚伯顿打狗，
知道有个英雄雪克亚伯顿 Silence 雪克亚伯顿和谜团。Infamous 需要一个打小小的中单，黑鸟，还不黑鸟，哦，黑鸟被ban了。蓝猫，请选择你的英雄。还是蓝猫呀？飞狗，想想办法，还是蓝猫呀？他的蓝猫飞狗，不过飞不会飞进去吃虚空一个大吧？或者谜团拉个大，一死两命。蓝猫这把发挥空间还挺大的，有点怕小小好吧？蓝猫一跳你可以秒他，不过他这个小小应该出 A 仗了。这蓝猫还行吧，有的打，我只能说有的打。这把秘密虽然说后期团战猛，但是也有可能会被干崩的。他们大多 CD 是蓝猫是个变数呀，蓝猫这个英雄大后期很厉害的，他而且那个谜团虚空大多真空期很长。这把跟像上把有点相似，好吧？上把是银翅，这把 是, 这把是蓝猫。下路应该狗不解肥啊，然后中路蓝猫打小小问题也不会太大，看中期节奏了，有的打。这是你证明自己的地方，当然不是对我，我心意已决，不过不是什么好事。哎，中单小狗，边路蓝猫，小狗打小小。哦，小狗打小小，应该也是无解肥。边路蓝猫，蓝猫打哑巴盾的意思吗？他不想让小狗打哑巴盾，哑巴盾线上打狗还可以，跟蓝猫去打哑巴盾。小狗打小小，78的攻，61的攻。攻击是小小高，但小狗有护甲，有试验。30秒后开战。抬手要快一点吧，1.5，1.68。虚空碰到杜姆其实还挺烦的，他没事打你一道烈火，你跳不跳呢？跳了又浪费，不跳慢慢掉血。啊，持续技能呀！再被打了一套，虚空最怕就这种会死啊！这在，现在戴哥要送医血了，他也没办法自杀。医血，不要吧，血拉了，要不然，不用血拉了，血残，血拉了，血拉 A， 这么肉，想让医血，八阵都是328的，吃了个符。这个毒可以了，可以了！哎呦，血赚，我来逼死的！大赛时间到了，还拖了一下中路的一波一个兵，一个兵小狗没混到。草席这边想封野。我去找谜团玩，杨勇。要被打死了，草席，你没圆盾没？枫野啊，强行枫野。还有外壳，你不是个草席哦。骚扰不了这个谜团，那
其实藏起来不如线上挂亚伯顿去。宝蓝猫，小小五杠三，五刀。哎，你觉得 mid one 他其实他每一把对线都打得很不错的。我想想，对线这英雄厉害。他对线基本上都优势 mid one。小小肯定不过小小呀，平时小小不。哎，巴顿跟蓝猫拼了起来。巴顿有大药，问题不大。两边都有大药。毒狗，坦坦乐。被敲晕了。乱抢意识啊。这个人品晕很关键啊。这场戏要被打死了。被抓的打死像不像杠四。你的万。来，唯一空了一个隐身符。自创流啊！哎，三小小，队友嘞！队友呢？这组三的话，小狗对线更吃力，他的额外伤害加成是10%、20%、30%、40%。上路蓝猫被冲，哎，在哥打，但是在波潮汐反，杀，自杀了，被自杀了。大药一运，吃喝到位。小狗被打得有点惨。又反补一个远程兵，再来一下，哎呦，就是我就想狗也打不过小小呀，这攻击力，没见过不玩狗，不是你的攻击力，哎，咋跟小小补呀？哎，上路再来一次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，戴哥？你刚踢出来呢，你再自杀人也没了呀吧？他不想自杀，他不能死，他不想自杀，他再死了人没了。但是现在好像也挺难受的，对，无限跟在脸上游泳，我怎么不敢忘，没死，我操，不能再死了，他得活着去吃经验。卡位，但潮汐没有那个了，塔兵全被压脖子给压脖子，表示你死吧，你死吧，我很舒服。血崩狂，这也死了吗？自杀吗？哎，没自杀成功。血崩也没反杀掉，压脖子好爽，秘法了。没看错的话 ，Mid One 先买了一个加速手套，他不会要裸点金吧？回头。加攻速呗。不过蓝猫补刀有点少，12个刀，他们被压了呀，中路小狗的补刀也追上来了，我们拿到了，是谁？米多万怎么跑上来了？这哥两兄弟战友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全家好像打不过啊！全家张武也冲他杀掉了蓝猫，两个战友。哎，还少潮汐，潮汐有点危险，小小的战斗力很强，好吧？潮汐退去。米多状，米多万的状态有所回升。调整过来了。夜眼上塔快要塌了，再等等。不要打，感觉秘密大魔王要回来了。夜眼开始扫描。是小狗断兵了。夜眼上塔有些天灰的问题。断兵，我点兵。啊，在哥没炸到，炸到死了。
他想自杀啊，这局都是。蔡哥要转酱油了，他好惨，他的血也被你吸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他哎，蔡哥能不能自杀？哎，你咋了，蔡哥？他就是想自杀。他这个血量其实，这个谜团也能杀，有机会哦，直接 TP 就算了。假如末日使者有点被敲晕了一下，无疑两级诅咒，还有没有被动？哦，晕了！啊，这个被动，天命伊莎，伊莎天命人诅咒。再死一次，再到底死了多少次了？零杠四。别说 mid one 的状态起来了不少，再最近的状态不咋样，已经死了四次了，我操，再死一次。快乐转移，哇，转移到再一个身上了。Four Moss 就三个人头，再死了四次，还是是自杀的。再死一次啊，啥都别说了，再死一次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还要冲塔，大家都这么崩了，动不动就冲塔砍。拆的好快啊，主八出的小小。这一波可以把塔拆了。自己吃素小小，推塔流。哦，夜眼下塔就这么没了。主拔树推塔流，哎，这边要吃杜牧有大走，这个弹弹乐稍微放早了一点啊，有点又吃了个晕，又吃了个两下晕，二连晕，反手给虚空大呀，想啥呢？这波反手给虚空大反杀了，对吧？又晕了。跟夜眼上塔这波第一声给虚空大，他施个魔棒也交，应该是反杀了。全家也失误，全家应该先诅咒谭泰勒，等虚空大没的时候再放。觉得夜眼的防御会有用吗，杰克斯？刚才挺好杀虚空的呀，烈火刀打晕，直接接大招。他这个好像是五号位潮汐啊，四号位毒狗，五号位潮汐，一直在蔓延。我上这儿了，够大，直接踢走。你别说他五号位潮汐，他就有打后期的能力了呀。他的五号位后期是个团控，很有作用，对吧？还可以吃技能呀，一般的五号位打的对两个护腕好吧，就可以吃技能。耶 ，mid one 跟队友提速了。夜眼中塔，日子不好过。小狗也挺狗的，说他们这推塔好快啊，哑巴盾配合小小。找天辉下塔，那要抓紧了。夜眼中塔三塔没了，九分钟三塔没了。夜眼军团三外塔全面加固。十分钟赏金，天辉下塔要他，也不能说他错了。哎，蓝猫切全将，不吃点肉，加小隐身，一个诅咒丢，哎呦，按摩，我操，是 VT 二连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是 VT 的替代，各位，他好像没 V， 他好像没 V， 他 V 刚才 CD。有 V 的话，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机会。哎，没蓝了，没蓝了。哦，这一波，这个蓝猫，蓝猫飘了啊！无法呼吸了。我对葬礼的习俗，亚鲁在，没问题。就在此过，他们再玩个亚伯顿。杜牧还挺肥的呀，没死过，啊，战鼓了，两位战鼓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哦，被拉大，农民狗被拉住了，没死，哦，
好，再拔树再推的节奏。这两个大有点克狗呀，李腾大和巫医大都是无视磨面的。天辉下塔，还有一个虚空大，好吧，到时候。哎，蓝猫。虚空。但队友呢？酱油潮汐。杰克斯觉得天辉下塔要。吹啊，兄弟！哎，这蓝猫好凶。我操！这一天，舒服也在死了。拉！我操，这蓝猫有点凶啊！这一波蓝猫舒服了，两边都切到了，都没切到最后一幕，不知道是牛切还是马切。两边都切到了，都切到了最后一幕，应该是牛切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来潮汐，潮汐有皮，哎，他这一放大，放了，哦，蓝猫来了，但是哑巴豆可以奶，小小一个威没有威到蓝猫，攻，有大的到，有关可以关一关，有关秀一下，蓝猫起来好像没什么蓝，蓝不多，弹弹乐弹，没有蓝又弹，弹，杜牧大刀放过没啊？我的哥呀！杜牧你的大刀是假的吗？被锁了。杜牧你没见他放过大刀是吗？那经济挺高的。他这个杜牧现在打架很弱，都没加土。要蛇皮加点。杜牧没加土，打架很弱。这个主教头的多姆才叫多姆，好吧。上路推二塔，蓝猫也穷了。好，围住。他线上就不飞啊。我有这哑巴盾和小小的开塔。弟弟这一把节奏非常的快啊！准备操作盾了，有没有勋章呢？这把没了呀。打成这样，打完之后没战力。疯狂吃经验书啊！现在Infamous没战斗力。谜团大没可能，我感觉秘密在无限吃小怪呀、啊，无限吃经验书。是啊，先吃迷你斯基，再吃 Infamous。迷斯基前是谁啊？反正感觉他无限在吃，状态越打越好。哎，酱油单杀酱油出现了，潮汐也是个酱油，单杀。难杀，这样无人能挡，这样已经无人能挡。小小跳刀，你下一本经验书是谁呢？感觉我有种感觉，这个叫进化岛，好像是打 VG， 他们下一轮还是打 VG， 好像是啊，进化岛的大魔王被人杀了之后变成一级怪，变小怪了呀，变小怪了呀，然后小怪又要吃成大魔王，对吧？进化岛呀，先是大魔王被干了，变小怪了，又吃着吃着又打起来了。这个秘密当他们打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们的状态已经回到了八九十了，感觉巅峰的八九十，已经回来了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感觉之前秘密没进化好呀， Mid One 这个技能有问题啊，技能 Mid One 有问题，刷新了一下重新，我操，刷出好技能了，刷出好技能了呀，高级 Mid One 呀，本来 Mid One 只有他妈一两级，只刷出来的 Mid One 有四五级。Mid One 玩小小是没问题的呀。哎，上路小狗，找到谜团，鸭脖子直接拉大三个，那被关了，虚空一个大，抓走三个人，
有人取消 DP 了，好像。小小也来了，我操，有大没可能，谜团还没死。路你还不放大吗？不是，路怎么不对付放大大的呀？我的天哪！没先放，好了，现在都放过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杜姆他这一整场放不放这个大，选出来不放大，我操！威慑大，他这个是，别过来啊，过来我就放大了，让对面别追了。他这个加点也蠢，九级的杜姆没有一点进攻性，他要是主焦土，杜姆大，一个大就追着虚空乱砍了。刚才谜团意思是没有死。没事呀，啊，大没可能。这谜团，开了一波雾，查西没大也打，打灯了，秘密。杰克斯觉得天黑下塔要塌，也不能说他错了。你这一把节奏无限好，但是这个队真的能刷。啊，小小 VP 二连，这边杜姆很肉，但是好像还是要死。终于杜姆了。四级诅咒呀，你肉不起来。哎，蓝猫，没血了。哎，大美可没加吗？哇，这个 CD 杜姆的虚空怎么感觉自己不怕死一样啊？啊，这一波放了大就不一样了呀，起码帮队友打出点作用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大家再不放出来，这虚空又无敌。这个都三一千血，好吧。伊莎这一波有点太刚了，他中了虚空的，中了杜牧的大，一直在找人打，我操。要维持一下的。老魏等一下，他可以等到一半的时候再上。刚中了杜牧大，冲到人队里去了。他们经济最高还等虚空，他这个盾要给虚空，他不急，他说这个盾肯定是我的，不急。虚空有大招对吧，一点都不急。我查西有大了吧，也要打 Infamous， 应该也要打，他们就是想留给虚空。小狗灰药了，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这波虚空有大，谜团有大鞋啊，喜欢打。这边 VP 二连打杜姆吗？将目标第一时间选的不特。哎，这蓝猫滚到虚空大里面了！大招！哎，被关了，关了，关了一下。蓝猫没死，过来反打。一个丢，一个歪有点危险，这波不要搞有点凶。小狗马上有魔敏，不要搞冲脸了，这一波冲脸了，冲脸了，冲脸了。买活，这边都被丢了起来，还没有死。买活，可以缓一下了他。是一个但是打不动。他们不能冲。这一波冲脸了。推了一下，还行啊，他们这波挺费，挺费，把那个经济打回来很多，好吧？对。领先一千。狗兄弟还想打？狗兄弟，你再上出事了，狗兄弟。这么玩的话，秘密要吃你了呀！讲道理，你还不走？哦，别云图潮汐，杰克坦坦乐。退潮了，把你打回石器时代。小狗化身高达怪，哎，钻出来了。出来干嘛呢？在里面挺好。献给我的家族黄金元素。肥还是肥啊，这小狗。永远经济第一。隐形神符。这把秘密经济领先的不多，好吧，这把秘太能刷了。蓝猫再次大哥是真的能刷，这个队的大哥好能刷。东路独哥在蹲，好走。哎，这一波秘密开雾，看一下，这高坡不是特别好冲啊。
哑巴盾再卖了起来，上去找到了曹曦，曹曦大还没好，奈哥，哎，大两个，抓到了两个，如果也被抓到，奈哥在面就冒出来了，看一下还能不能留到人，小小还能留吗？好像留不到，太远了。运动模式大哥是真的屌，劣势区经济能排第一，这逼真的能刷。这一波高地不一定好上啊，潮汐有大的，要上高吗？不好上，上不了。他两百个刀了呀，这小狗两百个刀了。Lisa 才一百五，狂暴刷的。亚号位都是能刷的，蓝猫刀也不少，也比 Lisa 多。我发现现在打 C 得会刷，我不刷不行，一定得会刷。你一个大哥经济领先别人大哥，那他妈的有底气啊。哎，蓝猫单杀全将，但只会刷也不行，只会刷也很惨，还会切入呀，团打团练会切入的呀。对，你要刷刷的，要刷了不送，你经济比别人高那肯定没错，还要少死，对，还要少死，刷了经济比别人低没有呀？这个秘密的经济始终拉不开呀，打团一直在赢，这经济拉不开。幻象也能砍出被动啊，哑巴盾。他还叠呢，那个有出分身符的哑巴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走在脸上一个分身，一轮砍，比如说砍一刀再一轮砍，就出那个了。看到了，我见过 DPS 那个哑巴盾出分身符的，砍掉。我分身符会要追着人砍。这个被动概率也挺高的，边路前后排，小小 VT 二连直接秒掉了进攻，一个蹦准备蹦了，一个蹦秒杜牧，这个大真的交不出来了，这个大到了潮汐，秒得掉吗？好像秒掉了，死了，临死前还不大摔了，杜牧中了诅咒，跑不了，碾压了，这波带走了，还在，还是打不过啊。哎，蓝猫断兵，哦，这个塔防，这个兵必须断。你哦，有一个兵回来了，再找我，滚着滚着发轮盘，我操，再找我，我上这来了。合作，那是我的了，自己的东西，我的秘密。现在每一场的时长也挺长的，管他优势局劣势局，没有快节奏了。哎，没有一道丢。谜团，杰克斯觉得天辉下塔要塌了，也不能说他错。祖母，列维七，你赶得过来，一个诅咒，祖母又死了，老道在干什么？来，谜团老道，被哥哥关了一下，但是被关了一手。小狗在跑，这边后排就躲不了了。这把杜牧是真的花，没这个人感觉。
真的滑，我感觉我祖母玩的肯定比他好，他真的有点滑。这祖母刚才就有弹幕在说跟峰哥比差了一万个差异，祖母有问题啊，讲道理啊，你打团开一个焦土放个大总会的呀，为了他焦土才两级，这小狗还是经济啊，他永远是个逼，你看他的经济本来就领先一点点，现在领先3000了，快你能打个杜姆经济快跟亚布顿差不多了，我操，这亚布顿已经够惨的了，在我看来，我细节他把那个笛子和祭品先拖出来，这样不给兵家光环，哎，又加到了，继续拖呀，刚刚各拖了一下不给兵家光环，又拖了又拖了啊，拖了祭品不给小兵家祭品光环，这边想逮潮汐，战友走死了，身早上着，着之力双倍伤害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传袭了小狗，哎，中间这边蓝马想断兵，被地傻抓到了，这个狗的经济是领先对面大哥2000-3000的，也是这么厉害，哇，一个11掉半去了，上高了上高了啊，来了，这波虚空没大，但是对面蓝猫在读秒，刚才有 BKB 啊，虚空下小狗过来拍，小小拍不动，几个魔面谁都拍不死，哎，这个狗他妈的顶啊，一个人顶五个，哎，谁都拍不死，继续了，来起来继续推，拿起来继续推，小狗确实挺难的，但是没用啊，别人都不理他，就跑就行了，又是微光抓的牌，哎，卡悟了，想打小狗抓蓝猫吗？我没到出击，我踢过直接留人去了，直接 TP 了，黄金元素，恶魔的金币，虚空还有20秒，有大盾刷了，快进攻棒了，虚空。我发现有两个大魔王，好吧，在崛起。拿到的是什么？一击秘密。不是李逵秘密。秘密，我看李逵也一直在往上杀，杀了好多个了，李逵得看奇迹哥八卦升级啊，其他人发挥都还可以，特别 W33 好吧，他这次发挥的挺好的，我感觉奇迹哥有点、有点滑，奇迹哥有点迷，有点迷没断他，奇迹哥觉醒了，李逵就觉醒了，W33 打得挺好的，这次他
他们都是拜着主杀过来的，一路一路杀，这样士气高。李逵说句心里话，打得一般，状态越打越好。等一下就是李逵打一击啊，大战呀、啊，也是一。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李逵把一击都吃了的话，两个硬骨头好吧？啊，能把一击吃了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？他把一击吃了，绝对是个大敌啊！都是有机会夺冠的队伍呀，都会成长好多。剩下的都是一些热门队伍了呀，冷门队伍都被淘汰了。讲道理。冷门队伍都被淘汰了呀，现在剩下的都是有概率夺冠的队伍，都是有一个热门没进来，就是 VP， 其他的差不多都进来了。秘密也有机会进不来的，只能说如果司机再打好一点，秘密也是有机会进不来的，李逵也是有机会进不来的。小小兵跳连直接秒狗迷团拉，我不许愿了，然后我当时还是被秒了，我竟然被秒了，然后切掉了曹溪，杜牧这杜牧被打的动都动不了，这大家看样子是又不准备放了，啊没办法呀，这个带盾的虚空在他脸上敲他。JJ， 夜眼看着不太怕天辉上塔，夜眼的中路兵营不久了，小狗不买了吗？夜眼中路兵营。哎，这个比丽莎这个旗子是谁啊？不想打了，我感觉。算了算了，不打了，心累。接了吗？看了眼队友装备，心很累。小狗说：“我就算死，经济也得第一啊！买活了，经济就……”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这兄弟是不是有个大概能预测到自己的经济是不是第一啊？来买了，哎，查西。哇，迷团这个大，打到了三个，全得死。这怎么打呀？都对了，眼睛都黑洞。哎呦，这个毒母辣眼睛，我操，辣到我了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这个毒母辣到我了。过去了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我见他放过一次大，他是不是就放过一次大？右三那波，右三那波放了大，然后没放过大了，我猜了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赤红甲的塔还真肉啊！夜眼中塔真是短命。GG， 恭喜！还有炸了个林肯，我操！啊？是故意的吧，这兄弟？他要大全将，好像迷团给他套了个林肯。这要做到也不简单呀，有难度的呀。全场放两个大，一个大林肯，一般人真的做不到。恭喜秘密晋级下一轮啊！